也让你搞一个医院，你来我们这里小医院都整不了了，这个病是整不了的，就想到那江西那边那个大医院里来整一下，真的要赶快进医院了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他们也要整，我们的女儿现在就是身上都痛了，是没办法，她现在的发病了，要赶快进医院。 拍视频，拍视频，空姐，嗯，拍视频，看直播。他妈妈自己不在，妈妈，哎，尽量减少接触哈。好的。好的。啊？这个不懂。脚踩就可以了。有，没事就吧。对。OK。